新闻大小评，惊险我来评啊！说在贵州贵阳发生了惊险的一幕，一栋高层建筑上出现了蜘蛛侠。一共44层吧，当时看到他是37楼，然后中途20多层左右啊，就有一个人把他从那个窗户扯进去了。人没事，10多分钟，消防的人都赶过来了，人已经是没事了的。就这画面啊，说实话，我看着腿肚子都哆嗦啊，37层的楼，100米高啊，就这样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，徒手攀爬，太吓人了。不对啊，不对不对啊，就算有保护措施，咱们也不能这么爬楼啊。你这要是一失手的话，后果他不敢想象啊。幸亏有人及时出手把他给拽回去了。现在这名男子的身份呢还不知道，他爬楼的目的呢也不知道。我觉得警察应该带回去好好的调查一下，好好给他上一课，是吧？爬楼被吓出一身冷汗，看娃也容易被下一拘令啊。辽宁营口这个喵星人就被自己的小主人吓了一跳啊。当时呢，猫咪在小主人被哄睡后啊，就蹑手蹑脚的准备离开了啊，那全程是小心翼翼啊。就在它走到床尾即将成功之时，小宝宝突然一个抖动，吓得猫咪一拘令啊啊！它惶恐的看着小主人，生怕它醒了。好在宝宝呢又继续睡了。就在大家以为它会赶紧离开的时候，猫咪呢却绕着宝宝它转了转，最后啊蹲在床尾安安静静的守着小主人。对此呢，网友纷纷表示说，这个画面太有爱了，原来猫咪也知道哄娃睡觉太难了。